一到过年都会是想着回家了，不回去了，好年没回去了。你怎么没消停？妈，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快点，快点，哎，你慢慢。 爸妈，新年快乐！10年前，南非导游伊恩来到阳朔旧县村，被这里的宁静深深吸引。 2年后，他辞掉了工作，来到中国，在旧县村安了家，一住就是8年。他是要住了长时间吗？住20年，就是他，我们说来干嘛？住20年，我们现在想，我说这个肯定是疯子来的。8年时间，这些原本残破的老房子，在伊恩的手中变得温馨舒适。 他本人也由一个奇怪的外来者，变成了被大家从内心接受的村里人。您拿水来探一探一下，跟拿水来探一下，跟拿把刀一样。我们就喜欢毛疯子。说句老实话，伊恩已经有2年没有回南非陪伴父母，他希望父母能够和他一起回到阳朔过年。 这3、4年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身体那么好，所以，刚好他们说哦可以，现在身体好可以过来。Maybe we'll lose our passports and don't go back. Maybe it's too much. Too much. 带着父母过一个地道的中国年，伊恩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然而，2017年的夏天，伊恩却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难题。伊恩的签证即将到期，如果不能及时按照新的要求签注。 他将不得不离开中国。尽管十几年来，伊恩做过很多种工作，但是骨子里，他依然是一位建筑师。 广西三江古老的侗族木结构建筑，深深吸引着伊恩。在侗乡，他一边帮忙干活，一边向侗族工匠学习。这个是竹竿啊，这个叫长杆，我们叫长杆。这个设计图就全部在里面。帮我们滚下来，滚下来呢？那这个是？这个洞就是在这个的意思是要挖全部那边去，这个呢只是挖一半。啊。 明天我可以自己搞。对对对，<笑>你学得很快。消失的传统是伊恩大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现在，他在三江县侗族村寨找到了书中认为已经消失的侗族古建筑结构式样，这也给他在广西阳朔旧县村保护古建筑带来了很多灵感。 2017年，伊恩最大的心愿是把阳朔旧县村的一幢旧房子改造装修，作为自己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家。
正当伊恩忙着改造这间老房子，打算常住的时候，一个让人焦虑的消息传来，因为签证问题，伊恩很可能不能继续留在中国。从那里进去，因为是要加我个人名字进去。好的，那我忘记从这里，这个啊，这个登录啊，对对对，是。那我要先把这个是我登记，还有别的材料，先要把。每年八月初，伊恩必须要拿到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这样他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2018年。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了工作签证的要求，伊恩需要提供由南非开具的学历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路途遥远，手续也比较复杂，伊恩一时拿不出来。而他的中国签证又快到期了。现在我真的我回南非我不习惯，我真的，所以。如果我不能一直在中国，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要回南非，在这里生活很好，认识那么多人，我的家都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不要去别的地方。伊恩的签证还有一个月就要到期了。到那个时候还拿不到新一年度的工作签证，他就只能离开他建在中国的家了。我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是用英国的护照，但是从2岁一直在南非，所以这个都很麻烦。我在中国没做过什么坏事，朋友们和阳朔的警察都认识我，给我证明。但是在南非，这个没有犯罪的证明很麻烦。伊恩房子里的楼梯就是一个干活用的梯子，临时凑合用一用。这些天，伊恩一门心思放在办签证上了，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左手骨折。这个不用，因为这里。伊恩在中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很快就办好了，阳朔警方出入境管理部门。考虑到伊恩的实际情况，伊恩需要更多的时间办理他在南非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特地批准伊恩在中国的签证期限延长一个月。好，可以了啊，谢谢你。现在我。很多放松，我上次不开心，我爸，时间快到了。伊恩改造装修老房子，多次摔断骨头，每一次他都要来龙脊平安寨，找一位民间壮族医生治疗骨伤。这里是伊恩刚来中国时住的地方，这户壮医人家也是他刚来中国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公子，你好，你好，回来了，来了，回来了，很久不见了。哦，啊，受伤，你的手又怎么搞了？受伤了，又受伤了，哇，那么厉害啊你！哦，摔掉了，多久了？两个多星期。哇，那么厉害，这里还是这里？是这里，在这个地方。对对对，明天包一点草药，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好好，可以。
小心了，要小心一点了。应该，应该。我没有办法，我叫疯子。我在中国是流年，我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还是十六岁的小孩，比我小孩还小。是是。小心，小心。伊恩当年结识的老壮医，两年前不幸过世了。现在，老壮医的儿子廖克英已经接了班，他用父亲留下的药方给伊恩治疗。这个药真的，人家煮那个猪脚都拿这个药来炖猪脚。得了来。啊，我问了问到这个问了，这里。嗯，是。一直在帮外根，对。包两天可以。可以啊，两天换一次。爸爸在的时候就是这个药。一样的做法，以前爸爸帮你也是这样子做。伊恩十分怀念老壮医，但他的签证眼看期限又要到了，而南非的材料迟迟还没有寄来，他只好提早下山。临走前，他要去祭拜老壮医，这位他在中国的爸爸。你要跟爸爸说话，弄个钟啊。谢谢每次来这里，哎呀，我受伤了都帮忙。就帮我帮超药，很快就恢复好。所以这一次来很想你，我又受伤了。等下帮你找一点那个山的草药回去就可以了。好。爸爸都会保佑你很快好起来。谢谢。保罗·迪克是伊恩的大学好友，他已经为伊恩的事忙碌了一个月。OK， 是是。One of the complications in South Africa is that there are three capital cities, so to get documents coordinated and signed off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you have to move them from one town to another, and hopefully you get the right department in the right time. The courier's coming. There's the University of Natal. It's got a stamp. 伊恩没有想到南非开证明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他只好一遍一遍地打电话，催促南非的同学尽快办理。Okay, cool. Okay. Yeah.Yeah, cool. Oh, okay, excellent, great. All I can't take it to the court. I can't take it to another provincial capital anywhere. It's so my friend Ian has sent his original documents to me to get verified and authenticated. He sent them in May, and it's my intention to get them back through tho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China by mid-August when his visa expires. 当然才留在这里，因为我自己那个老房子还没装修好，我还是准备再住房子，再我还是要做一个老人的俱乐部，所以我现在还是看另外一个房子，也要住下来给老人在那里玩了。冬天会暖一点，我们可以做里面的这个烤火什么的。那这个如果我不在这里，这个都不能做。保罗十分理解老同学伊恩迫切的心情，他也是一位建筑师，毕业后曾经与伊恩在南非合伙开了一家建筑公司。虽然后来伊恩去了中国，但与保罗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
伊恩在中国保护老房子的故事在同学中流传，他要支持伊恩在中国的事业。在同学的帮助下，南非无犯罪记录证明终于在有效签证过期前一周寄到伊恩手里。伊恩终于备齐了所有的材料，但能否顺利办理签证，他心里依然没有底。你有人社局提供的那个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吗？是那个酒店的吗？人社局。我不知道，这里有空座。伊恩的秘密花园是阳朔的第一批民宿旅馆，现在已经远近闻名，生意兴隆。老壮医的草药果然功效神奇，伊恩的伤情大好，不过还是不能干重活，装修老房子的事暂时拖延下来，他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完成自己的计划。九月中旬，伊恩如期领到了签证，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刻。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到家里面来。注意钉子。我回家了，有这个感觉。伊恩拿到签证后，最想做的事情是回一趟南非。伊恩的父亲年满80了，他决定回南非给父亲祝寿，打算给家人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泡粥是用烧的好，或者用大的好？都可以。伊恩在回南非前，特地来到中国长寿之乡宫城。宫城距离阳朔不是很远。这里的瑶族人制作的油茶非常有名。宫城油茶将老叶红茶捣烂，由微炒至焦香，加盐煮沸，再加上些许磨碎的花生粉等配料，风味独特。谢谢两个老师。不敢当，我应该会带回南非给我爸爸妈妈。我应该是会长寿命啊，喝了几年水。对，他们差不多80岁，所以要他们喝。对，你看这样子啊。十月中旬，龙脊平安寨的稻子熟了，廖克英一家筛选出了一批最好的稻子，准备酿制水酒。他们打算在伊恩新房落成之际，给兄弟送去一坛自酿的好酒。
12月中旬，伊恩踏上了回家的道路。用红包替代圣诞卡，伊恩别出心裁。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对父母特别好，就是孝顺。我们自己完全不一样，孩子大了，独立了，不负责什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传统非常好，我应该自己对我爸爸妈妈做一些什么。好，可以。You'll never guess what I'm wearing. But the first thing is, they don't even always say hello. No, not the egg, that's egg. The noodles. The noodles are the long things, yeah, just lift them up. Good God. Ok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thank you. Long life. Yes, and I hope so.伊恩从南非刚回来，村民们便相约来给伊恩帮忙装修新房。这个房子以后取名叫什么？啊，人家秘密花园，这边叫什么？后面的。很好的名字，对，欢迎你来，放在疯人园，干杯！干杯！谢谢你们的帮忙，不客气，客气，谢谢。好，好了，可以吗？吃酒任性。昔年伊始，伊恩的新房终于落成。他决定依照旧县村的习俗，请亲朋好友们吃上一顿团圆饭。公子，我来了。你能看那么多吗？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哎，给你送财来了！啊，哇，谢谢！拿到礼物了，哇！可以拍照。来来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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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香弥漫，亲情荡漾，这是伊恩的团圆饭。团圆饱含着人们最深切与最美好的情感。伊恩知道，在中国，他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